好，我是艾琳。大家好，我是 Jessie。 市区永久产权公寓一直是本地买家以及外国投资者最青睐的地产。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个这样的公寓，位于新加坡第十游区的永久产权项目 Perfect Ten。Perfect Ten 的开发商是 Japira Development，隶属于香港亿万富豪李嘉诚所拥有的知名长江产业。 Japira Development 成功完成了许多项目，包括滨海湾金融中心、凯恩希尔大厦和莱佛士码头一号。 Perfect Ten 为豪华生活而打造，一进门迎接您的是一个华丽的层叠式水景，与无边际泳池同层，泳池横跨会所与功能室和健身房，形成了美观的对称设计。这条车道一直延伸到豪华的门廊处，位于停车场入口的上方，还配有一个健康露天平台和水上健身房。 Perfect Ten 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这个连接桥，它将两座楼连在一起。在这里您可以享受到草坪座椅、水疗池等设施。 Perfect Ten 有两座双子塔楼，共230套精美住宅单位。 Perfect Ten 提供两房和三房的户型，所有的三房户型都配有私人电梯。这里所有的户型都非常宽敞，两房超过70平方米，三房超过114平方米。现在让我们来参观一个三居室。首先迎接您的是这个入口门厅，设计大气，也非常适合存放物品和鞋子。进入这个房间，你会发现一个专门的用餐空间，可以轻松容纳6至7位客人，整个空间设计得非常漂亮。客厅天花板的高度超过3.2米，显得非常宽敞。这边可以放一个大沙发，它与电视墙的距离也足够的宽，总体设计非常豪华。我们有一个大小适中的阳台，可以摆放一套户外用品，甚至可以摆放一张户外沙发。厨房这样长方形的布局，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可用空间，并且做到了干湿分离。这里还包含内置的烤箱、抽油烟机和欧洲高档知名品牌的电磁炉、燃气灶、双门冰箱以及咖啡机和酒柜。在多功能空间有一个专门的空间来放置洗衣机和烘干机，以及一个小卫生间用于洗漱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卧室，这里是第一个客房，采光非常好，空间也足够宽敞，可以轻松放一张双人床。第二间普通房被打造成婴儿房，但也可以改成书房或者卧室。这里是主人房，可以容纳一张特大号双人床，这里也有充足的衣柜储存空间。主人房的浴室非常豪华，有一个内置的浴缸和来自 Duravit 优质配件。这个公寓周边交通便利，步行10分钟即可到达滨海市区线和南北线的纽顿地铁站。对于驾车出行的居民，五级芝麻路就在家门口，5分钟内就能到达中央高速公路 CTE。 在餐饮和购物方面，公寓的2公里范围内有百慕乐大厦、大华广场和纽顿熟食中心。10分钟的公交车车程即可到达整个乌节购物带，包括爱用乌节、威士玛广场和高岛屋等商场。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，附近有圣约瑟书院、新加坡女子学校、英华国际学校和公教初级学院等知名学校。建成后的 Perfect Ten 将是五级芝麻最新和最高的住宅，也将是这里的地标性建筑。同时它也是一个风水楼盘，两座巍巍合抱的大楼象征一扇打开的财富之门。十全十美，金碧辉煌， Perfect Ten。我是艾琳，我是 Jessie。
欢迎联系我们了解更多。